咱在座的大贤大德、师兄师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讲这个中药，你该编这个十九章二十八页。祝我武王周公及达孝于何？夫孝者，先给人之志，先述人之事者也。咱顶期哦，拄啊讲到这，但是顶期咱有讲这个，即马阁说这吼，即马讲一句。春秋收其祖庙，定其宗器，设其上衣，建其事实。伊讲哦，伊讲即个讲每，伊讲每拜即个年啊节啊咧拜拜的时阵啊，啊即个武王甲即个周公啊，伊就来整理伊即个祖庙。那要即卖就是讲公妈道啦，伊咧采公妈迄个迄所在，把迄公妈道吼创个清气，啊，伊个菜即个祖先啦吼，啊，迄啰，把伊整理个厝，把伊改过来整理过吼，啊，伊所留来物件，甲藏在在即个吼，伊即个吼文王的即个面头前，互伊看，来供奉即个祖先啊所爱食个物件，啊，所以咱顶期啊。有写在这乌邦，就是看这二顺良祖师啊，啊也未注解，咱即马吼过来念一遍，啊再来注解。春秋者，指重三，重九之祭祀也；修者，修身也；定者，定色也；宗器者，祭祀用之器也；设血殿也；上衣，祖先衣服也。见现呀，事实四季之佳肴美食呀。武王周公达以祭孝，春秋祭祀，修饰祖庙，定祭器，设上衣，献合时之美食。故曰：春秋修其祖庙，定其宗器，设其上衣，见其事实呀。对这里面有这个十二个注解，咱先来看这个注解解说。注解第一，四海春秋为岁时祭祀呀。春秋哦，这也不是讲春秋，就是讲哦，安尼哦，年啊节啊咧拜拜吼，咧拜祖先啦，吼咧吼，这就祭祀咧拜祖先的时阵。注解第二，四海讲重三为三月三日呀。这个重三嘛，就是三月初三啦。哦，咱来讲吼，迄个清明节就讲三月初三。那照这个古历啊，拢清明啊，拢是三月初三来咧拜祖先吼。啊，好啊，即摆过来过看这个注解第三，四海古称阴历九月九日为重九，或称重阳。四海讲古的这个。农历啦，即阴历就是农历，九月初九就是或者重阳。咱若要讲哦，即重阳节啦，重阳节吼，有当时啊讲哦，即重就是重阳节，就是九月初九吼。啊，所以哦，三月初三就是吼重三，啊，若九月初九就是重阳吼。啊，咱就爱知影。主界地是四海修饰啊，修就是个修饰，哇修。啊，主界地五讲修饰，就加以整理。四正其美观，即摆讲修饰，就是即个吼，伊即摆要拜拜进前，甲伊吼过来整理，吼，可比讲即个吼，即迄壁啦吼，壁迄擦落去啦吼，啊，佫甲伊补补咧，吼，佫甲伊吼，甲伊擦落好势，吼，啊，公妈摆啊，就甲伊吼，甲伊吼，甲伊整理吼，甲伊创互伊清气清气，吼，即就是讲修饰，吼，即要增加吼，互伊较好看，吼，较好看。注解第六，四海定烈，定甲烈拢是同款。注解第七，四海定说又定烈啦，啊，所以这大部分拢同款啦。定烈定说，就是迄物件甲摆哦，摆哦，即安尼摆哦，好势，摆哦，整齐。这书里讲定烈依处摆烈，
灯咧，就是吼，照迄照顺序，迄物件摆好好势吼。可比讲摆水果啦，吼摆吼摆迄物件，吼要摆这物件，甲摆哦，照顺序甲摆好好势。主界地位，宗庙祭器之礼乐之器，该月宗器，礼中央，登基宗器，祖宗器，祭器呀。伊即摆吼，即讲宗庙祭器及礼乐之器，拢讲吼做宗器吼。在即个礼器即摆就是一篇啦，一篇讲礼中央，登基宗器。伊个主界宗器就是祭器啊，就是啊拜礼乐个乐器啊。可比讲，咱古早有迄个鼓吹啦吼，啊咧盆吹啦吼，啊迄乐器拢甲拜哦好势好势，安尼吼拜在内底啊，有诶拢吹鼓啦。你若古早啦，过年拢有人咧吼咧盆即个吼盆鼓吹吼迄款个物件，啊伊即摆若咧祭奠个时候，伊嘛照按做奏乐。哦，该分这个鼓吹，这就是吼、哦，这宗器祭器的物件。第九，四海设立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同款，就是拜吼、哦，这拜哦好势。主界第十，主以相依，先祖之为依附呀。这个相，主以的主界讲相依，就是吼、哦，因祖先啊所留的衫裤。伊即马若要拜祖先的时候，啊，自因即个吼，自文王的衫裤，拢甲拜哦，拜哦，好势好势，哦，拜在面头前，互伊看安就对啦。啊，佮拜衫裤吼，我才想到咱老师，咱寺庙吼，规天的时候，伊是无咧讲拜公家咧拜时，甲放在伊的面头前。但是哦，我伊寺庙规天的时候。伊个衫裤吼，拢甲留咧，留甲留足侪年咧。留到迄阵啊，迄因囝就讲：“啊，爸爸啊，这吼，这妈妈这衫是要囥偌久啊？”伊哦，拢往迄橱哦，往迄橱吼，迄衫裤拢甲摆，讲囥到我来死啦，囥到来死，我来死个位置，无像一般个人讲，搭伊若归天个时候，也是讲来死去个时候。迄衫裤拢甲收掉，啊，拢甲摕出去，无拢无，寺庙个衫拢甲掀咧，吼，对个。即啊，即就是，即周公甲武王伊就住吼，因文王吼，伊个衫裤，那咧吼，咧吼咧春秋礼节个时候，啊，拢摆在面头前互伊看，吼，即就是安尼。主界第十一，俗话讲见现啦，点啦，即个见就是奉献，就是甲摆咧。主界第二，主以辅助讲施食，素食之食嘛。主以辅助的主界讲施食啦。春夏秋冬哦，所啊所乱，难要讲伊个春天、甲夏天、甲秋天、甲冬天，拢有迄个好食的果子啊，啊甲菜哦。啊，若即卖就无啊啦，迄是较早。即卖会使讲哦，四季拢，逐项拢嘛有迄菜啊。啊，较早伊就照讲。看春天出什么吼果子啊，啊好食的菜啊，拢家摆就对啦。哦，这种素食哦，所食这美食好食物件，拢家吼摆，咱家摆家祭奠哦，哦安尼就对。这是咧拜祖先啦，也礼教，就是讲伊大家这记号，伊就有法度组织个文王啊，啊伊吼伊咧拜伊吼出诶三月初三甲九月初九是咧拜时哦。伊就真心意啊吼，安尼哦奉献伊个衫裤，佮奉献哦即四季春夏秋冬吼，所好食物件，拢来甲伊拜拜吼。即伊大家自豪的心，才有法度安尼做。啊，即摆咱即摆讲，咱即中央就是咧讲吼，咧修养啊，看你听了后啊，你家己看要安怎去做吼。即啊，咱即摆看李叔良做事伊个说明。讲春秋啦，就是指吼三月初三，啊，中秋就是指九月初九，即个拜，即个拜祖先来年节。休假就是休息吼，就是该拜装饰，搁该整理。点假就是拜点食，就是甲迄物件甲拜好势吼。装器假就是拜所用的器具。食嘛是点啦吼，上衣就是讲伊祖先啊所留的衫裤，拢摆在吼伊个面头前吼，安尼啊。见就是奉献，
四十就是吼，四季吼上好食的物件啦吼，果子啊啦吼，啊青菜吼，好食的物件吼，拢煮来安尼，家己放在伊个面头前，家己拜拜安就对。讲武王甲周公，伊个孝，大家即个至孝，啊至孝，咱顶期嘛因即个曾子啊。伊对因老爸会使大家记好，所以吼，咱顶你若看顶期的笔记就拢知影。吼、哦，伊讲武王甲周公啊，伊大家记好，所以春秋礼节时吼，伊拢吼家己吼，注意这个祖庙吼，这祖先来祖庙来，家创家整理啊，安尼足美观的吼，那拢家整理啊足好势就对啦吼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拜拜殿哦，拜这个。拜拜的器具，吼、哦、啊，伊的衫裤啦，吼、哦，吼伊的衫裤嘛，甲摆在面头前，啊，奉献吼，即、哦這个素食的好食的物件，所以才讲春秋收其祖庙，定其宗器，设其上衣，见其时食，即句话。但是咱即马就爱知影咧，讲咱即马拜拜即个礼教啊。唔是吼，咱爱了解，唔是讲拜甲真澎湃吼，唔是讲用真诚待即个礼物吼，就都是诚意，这是爱看咱的心。所以在这礼记呢，这个第二十五戒通篇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，我拢来看礼记第二十五戒通，夫戒者，非物自我自者也。自中出，生于心，心出于奉之以礼。是故为贤者，能尽节之义。在《礼记》第二十五戒通篇内底讲，讲咱今仔日拜祖先，并毋是即个物件伫外面摕来，安怎外面摕来？比较讲三星九礼啦，低头五星，毋是用安来拜，吼，毋是。是爱自咱这个内心出来，这个中就是咱的内心生出来，生在咱这个诚心，吼、哦。按像迄阵啊讲，安怎生在咱的诚心的？咱历史上做书记，吼、哦，迄阵啊都有讲过，是爱拜迄个素食哦，按好食的物件、水果菜来拜，唔是用这个三星酒类来拜，唔是吼、哦，吼、哦、这样，咱心哦爱诚心来感念的，这个祖先啊。所来创造这个事业，这个运气给咱，哦，祖先啊，创事业运气给咱，所以咱就爱用这个礼教来拜这个祖先，为着安尼呢，只有这个有智慧的人咯，伊才有法度尽这个拜祖先啊，这个礼，哦，伊才会知影。那有无智慧的人，伊都唔是啊，拢拜，拢向外哦，三星酒礼来拜。啊，你若看咧，这周公武王伊咧拜就是啊，啊，伊有大家记好，所以哦，伊就拜素食哦，伊这个青菜啊，甲这个水果哦，啊，甲伊咧祖先啊爱食的物件，甲摆在面头前哦，啊，甲伊的衫裤，这都是用这个诚心诚意来感念，讲伊创造事业。予咱这个恩惠吼，所以咱即马吼，咱都爱了解呢。啊，世间人有的人无了解吼，唔知影讲这个拜拜真正意义，拢按呐拜自家己爱食的啦。实在咱爱拜吼，啊，有的人都，迄日咱有一个师爷来讲，啊拜爱食啊，拜祖先啊，伊啦爱食吼，爱食猪肉，你唔爱拜猪肉；啊，若爱食鸡肉，就爱拜，爱拜鸡肉。我讲啊，你都唔对啊！你哦，这都唔是用错咧拜。伊爱食的物件，咱即马咱道理是干呐讲一面，无法度讲到至清至明吼。啊，所以伊问安尼嘛对啦。我有个人讲，啊，搭因吼，伊咧讲拜祖先，啊，搭因老爸都爱食鸡肉，都爱拜鸡肉。我讲唔是安尼啦。啊，你用错甲拜，错。错诶，迄个祖先啊，对祖先啊无好啊，吼、哦，都是爱拜菜诶啊，吼、哦，吼这，吼咱爱了解啊，吼、哦、这样，所以咱即卖拜就是讲伊平常时爱食诶物件。啊，我会记得以前咱老师吼、哦，伊早讲因家诶祖先咧，都是咧爱食果子，所以伊若去拜望吼，啊，拢摕果子。啊，为着安尼呢？以前我有听这个道理啊，我才想讲以前哦，我吼，阮爸爸在世时啦，唔是我的大哥大哥，就是我细爸爸，伊爱食啥？爱食土豆啦，甲食这个米线，
所以吼，我来我来拜祖先，迄阵来当时，我都吼用这个米线，啊加这个土豆，安尼来拜。吼，这是爱食的物件，咱也会诚心诚意安来拜。这是一种的尊敬啦，感谢祖先啊，吼，赐予咱的这恩惠。吼，你爱知影？吼，啊，咱即马个对这个吼，咱即马个看下文落去。宗庙之内，所以属朝暮也，吼。伊讲即个宗庙，即个拜拜，即个礼节，就是爱明白拜日、拜班即个顺序。道平所供养的一辈叫做朝，右平所供奉的一辈叫做暮。古早即个宗庙的制度，那伊用咱民间来即、這个。来讲，这个是公妈牌啊啦，吼，这公妈牌的顺序。啊，你若四祖，伊就拜在中央，头一代这个祖先啦，吼，咱祖先啦拜在中央，就是上头一代的祖先啦。啊，若四祖就是讲爱写在这个公妈牌的这个中央。啊，以下呢，则分啦吼，这个左边。做就是安怎，即摆按来讲，做就是王夫，啊那幼就是囝如白，囝就是母啦，娇就是爱摆在左边，母就是爱摆在右边，这是咱的鼓励吼。吼、哦，这公妈摆啊，就是按这来摆。咱来看李叔人祖师也解说：故知天主以及诸佛，属祖先之所名之为宗庙。大夫以及士，即名家庙，庶民无庙，而借以寝，寝即今所谓之宗祠也。属祖先之所，名称随意，礼礼皆同也。属者，处事也。朝暮者，宗庙之处事。四祖其中，二世其祖。三世其幼，四世其祖，五世其幼，以下皆礼数、处事机制，坐月朝，幼月暮，庙祭之时，子孙行，属朝暮，以别八分五月，宗庙之礼，所以属朝暮也。啊，这内底有八注解，咱先来看注解。注解第一：四海宗庙，属祖先之供食呀。宗庙啦，就是拜祖先啊吼，诶，所起的一个庙啦，吼，一个宗庙。注解第二：四海家庙合属祖先之所啊。家庙就是合作会拜祖先啊的所在，叫做家庙。注解第三：礼记王者主寝。即得主起居之处，树林灭有庙，祖宗神位皆设在得主其起居之处。对这个得主，咱先来看这个书类伊的解说。得主，正车所生之长子啊。得主就是迄落大某啦。咱古早吼，哦，那古早拢有三姓四姓啦，有钱人啊，毋是像即马讲一夫一妻哦。到古早的人吼，若有钱，拢娶足侪某。伊即马讲得主就是大某所生的大囝哦嘿。啊，即马来看这个注解第三礼记王者注，讲亲啊，这就是指得主，就是大房的啦，大房的大囝所住的所在。咱百姓吼无庙。祖先啊，会拆祖先啊的公妈牌哦，拢设在这个吼大房的囝的大囝所住的所在。你若拆祖先啊吼，敢那这个大囝大房的囝吼的大囝才有拆祖先啊，吼才有拆祖先啊。啊，那其他的囝呢？其他的囝拢拆敢那爸母尔。所以老师就咧讲啦，讲伊吼。因为这个祖先哦，伊无菜吼，咱以前来去咱老师因兜，老师无菜公妈牌，伊敢那菜因爸母，啊因为啊因爸母都做神啦，啊做神伊就往这个照这个神的位来落去拜，啊所以呐因的祖先啊吼，伊若要讲吼，
讲我拢伫因咧大伯迄代边，啊啦上届早的祖先咧，我伫台北，所以来讲吼，上届起吼是始祖啦，就是头仔吼，拢爱去台北遐拜吼，所以古早吼伊即个吼大，敢若大房的大囝才有彩祖先啊，啊那无拢无，吼拢无咱，你咱都爱知影吼，啊即摆来看主界电视，过。大夫书该有庙，庶人即借一寝，建立王者，居孝自合，当作建立事物，以事祖先为之宗祠。书海讲古早即个大夫啊，大夫啦，要讲就是内阁的大臣啦。哦，咱要亲即马就讲总统府内底只大官细官。甲即个书就是一般的公教人员吼，伊拢有即个庙吼，都有即个家庙。啊，若百姓吼，伊无庙吼，伊拢拜在即个吼，即个迄大房的即个大囝的所在吼。这是建在即个《礼记》王这篇所讲的。了后呢，了后则了这组合动作，啊那组合，比如你细念的啊，细念的诶即个。动作哦，啊，大家细念啊，再起一个，起一个宗，伊即讲起一个事物啦，哦，啊起，啊，所以来拜祖先啊，个有叫做宗祠啦，哦，都宗祠哦，这是家己吼伊个干涉，啊，按起一个迄个宗祠来拜，哦，叫做宗祠。主盖第五书海，处事呀，明主天文公，中有有事，按你。你去知大小分左处之先了，处之为有事。伊讲处就是处事啦，啊，处事在即个明主的天文公篇内底讲顶辈啊，甲即个下辈吼，爱有一个吼，啊，有一个顺序，有一个顺序啦。啊，就是爱照即个年纪的大啦吼，较大较细来分职位吼。先吼，即个就有事啊！我跩就是即马讲，就是即马咧讲一篇，即就是讲老师咧讲讲啦，宗亲会去吼，你爱看哦，看伊个大辈甲细辈哦，袂使以后后辈坐哦，爱照迄顺序啦，照迄大辈甲晚辈按落顺序落去坐吼，啊过再来就是年纪过来吼，大辈小辈啊过来就年纪较大较细按落照排落坐，毋是讲像即马讲安尼哦，后辈插吼，咱即马较无咧混啊，啊这是鼓励啦吼，这是鼓励。主界第六书海，朝暮。九列春官按各宗庙之制，始作庙基中，以下有父庙为朝，子为暮，朝其左，暮其右，非为宗庙，众目行连，由庙制之时，子孙合分朝暮。俗话讲吼，这个朝暮啊。伊即马书海来因即个《周列春官篇》内底讲，讲若照即个古早即个吼宗庙的制度吼，就是吼祖先啊吼头一代庙吼在中公妈牌啊，公妈牌伊头一拜的即个的祖先哦，拜在中央吼，拜在中央始祖吼，啊以下就是讲爸母伊才过落分哦，爸母就是在朝，就是在。左边，啊，囝就是在吼右边，朝暮朝就是基座吼，暮就是基右。这唔是干那讲拜祖先啊，唔是干那拜祖先啊，就是咧，你人死的时候，迄亡啊嘛同款咯，要葬这亡啊嘛同款，安那亡啊呢？伊这亡啊，比较讲老爸吼，一定爱带头带右带左边。囝一定爱住右边啦，除非无共所在吼，除非你讲种无共所在，啊，若种共所在嘛爱分大甲细，袂使乌白待就对啦，乌白缩吼。即伊则讲吼，伊则讲种无嘛是共款。啊，又果讲咱即马庙祭时，庙祭就是讲你咧拜神明啦，你吼人咧，或像你若看人咧。你点吼？你祭奠啊，神明哦，主祭啊，在中央啊，啊，主祭中央的时候，边啊嘞嘛是同款，老迄落大囝都爱在
我左边，啊，第二件都爱带右边，都爱，反正爱照步来，安都对啦吼，这嘛是同款，爱分，而且子孙啊嘛同款哦，子孙啊袂使讲哦哦白白，你知，嘛是爱照，爱照步来都对啦，迄都是鼓励啦，咱古早吼。这个礼教吼，足严肃嘞，无像即马讲乌皮擦嘛，即马较无法啦。吼，伊才讲子孙啊嘛，赶快爱分这个朝暮，吼，这按来拜。主界第十师范，别别业别离别啦。啊，即马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也许较无重要，吼，这离别啦吼。吼，啊，搁再伊这个别有分做两种的解说，头一界就是别，就是离别。啊，即马讲别。别别就是辨别，啊，这样这别离别，这个同音，啊，这个叫呢离别就别啊别啊，你啊，加同音加迄加好加较轻的按来分啦吼，来分。主界第八分，中游伫次第，这个八分啊，就是爱看对迄落顶辈加下辈，也是大帮二辈。按照头排，或者啊，咱即马啊，即马来看二顺祖师伊个解说。讲古早天主就是皇帝啦，古早做皇帝，甲就是诸侯，诸侯若要讲像哦，就叫国王啦。啊，古早讲天主就是即马总统啦，或者啦吼。啊，甲即个诸侯，伊来咧拜祖先来所在，即个名叫做宗庙哦。所以伊即分哦。做皇帝甲诸侯，伊咧拜祖先咧，才会使讲即宗庙。啊，若大夫咧，吼，大夫就是内阁的大臣，甲所有的即个公教人员咧，吼，伊所拆的即个庙咧，咧拜祖先啊，有即家庙。啊，若咱百姓就无庙啊啦，吼，咱百姓袂使讲庙，是拜在即个大房的吉的大囝，吼，大房的大囝的所在。即个亲哦，是即马就是讲，吼，即宗祠啦。哦，即话即宗祠吼，你爱知影。啊，咱拜祖先来所在，即名称虽然无同，哦，你话安怎无同？宗庙啊、家庙啊、宗祠啊，名称无同，唔过礼，即个礼教拢同款。即个礼教爱照过来，吼，爱照过来的。哦，像你阵啊讲，迄王啊嘛是同款哦。你爱分即个大甲小哦，袂使乌白大哦，吼，你都爱照顺序就对啦吼。书都是顺序，即个招募就是讲宗庙伊的顺序，就是讲哦，头一代吼，你拜伊公妈牌啊吼，公妈牌即个始祖在中央啊，吼，在迄公妈牌的始祖在中央啊。啊，二世咧，第二个才采这个左边，三世才采到这个正边哦，右边，四世采左边，五世采右边，以下按照这顺序落去排，左就是朝，右就是暮。即摆吼咧庙咧拜拜的时嘛，同款哦，子孙啊嘛同款，要分这个朝暮来吼、哦，来辨别八分就是大。这个顶辈，啊，这个下辈，所以才讲宗庙之礼，所以属朝暮呀，这句话。啊，剩五分钟就到位啊，所以咱即马这是在讲，这是在讲鼓励啦，鼓励。啊，咱即马咱即马你爱查这个公妈牌啊吼，老师咧讲啦，即马公妈牌真正无真大啦，要若去宗祠就有啦，啊你若一般的灵家是无啦吼，假使若灵家是拢家己搁挂花分去，个人啊你家己个人猜就对啦吼，啊你若像吼像阮即摆阮即摆还搁有迄啰，还讲过蒋家吼，姓蒋的人吼。斗阵哦，规整哦，哦，规啊拢菜，创一个家事，就是安尼拜。啊，所以阮就无菜祖先啊啦，阮就是宗祠，就是安尼拜。吼、哦、啊，即摆就是讲吼，你爱了解讲即个拜位吼。若讲拜吼，阮无啦，无讲照安尼拜。哦，大家拢嘛安尼去，就是老咧照讲八分。即摆无啦，这是咧照古，这是古早来照顺序哦。这就是礼教啦，袂使乌白来就对啦吼，袂使乌白来吼。啊，虽然还佫有五分钟啦吼，啊，
啊，无就自安尼来结束啦。嘿，咱的下期吼，啊，再过来分。这拢咧讲吼，讲这个吼，古早古咧，伊咧拜吼，啊咧吼咧祭奠咯，所有的这个吼的顺序，拢是咧讲这个古咧咧咧讲吼，安尼来讲。啊，大家是安怎？一方面听道理，啊，一方面甲读书同款啦。哦，甲咱若像了解吼，古早古咧都是安尼，人安尼来分。啊，咱咧，咱修行是看咱的心，吼，咱看咱的心啦，吼。啊，你若准啊讲吼，无即个讲，若祖先啊家己分出去，啊，都无安。但是你若讲吼有即个宗师吼，啊，最好就是讲，咱若较下辈，咱就较退后啦，卖讲咱下辈知道头前吼，这是咧讲。吼，咱就是爱安尼，别人无要做，但是咱今仔既然打这个道门，咱就是爱照这个鼓励，有尽量爱照这个礼教落去做。吼，这是咧讲咱的修养的问题啦。吼，这是吼小妹一种的这个的看法啦。吼，啊，哪讲吼，这是个人修个人的。那老师讲，你修到道就得到道啊。你若修人道，像迄释迦界都讲甲足清楚啊。你修人道，你就后界你死，你就去做人啊！你要做神，你一定爱这个做神的这个道理，你一定爱修。你要做这个脱生死，你一定爱照步来吼，爱修这个。哇！啊，你若讲修菩萨行，啊，迄度较困难，一定爱照修这个六道吼。啊，所以哦，这个道理是哪讲？咱这会用讲是吼。足自由的，个会使讲吼安尼吼，足自然的。随在你看，你要修，要到什么程度？唔是讲一般的宗教讲这个形形色色，啊是讲这个灵感偏化哦。你来摕钱的来庙里，哇，你就功德无量啊！什么伊啦，穿迄袈裟穿较大，哦，看讲迄个师傅啊，摕钱家供养，啊，伊就吼哦，啊，就安尼功德就无量，唔是安尼。咱今仔日咱听咱老师的道理，就是照咱的这真理落去修啊。做善事爱做了对，唔通做无用的善人啦吼。哦，这老师吼一直来甲恁讲，而且老师嘛有教我交代一句话，讲你什么人的道理你甲听拢袂要紧，但是伊若讲着钱吼，啊你就吼脚底抹油就酸啦啦，就酸啦。因为呐，咱做善事是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唔是讲吼看人，吼唔得讲话，得讲依法不依人，你要看伊吼，伊个人真正有咧修行，唔是讲看伊个人穿袈裟穿甲足足足，会使讲吼爱金当当吼，按足迄落，按讲伊是大法师咯，是一个无上师，啊，伊就是功德无量，唔是安尼。爱看伊个修持，老师讲爱看伊个修养，那真正讲吼去帮助，就是爱看伊苦修苦行的，啊，有真正有道德有德行的，那安尼你甲伊帮助吼，伊成道，安尼就真正功德。无量啦，所以咱听咱老师的道理，就是爱明白是非对唔对，啊做了讲咱是做对啊唔对，上重要是干那安尼尔啦吼。啊呀，最后咧，我祝福咱遮个大贤大德孙兄孙姊啊，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谢谢。有在咱人的心中，万教合一，但多是不谈钱。心是功德母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